礼拜要上课。哎，对，这礼拜如果没有来，可能会有点吃亏了哈、哦。那个，我们今天跟在我们课程课表里面安排是不同的老师，是欧鸿翔老师。以前有认识欧鸿翔老师？有，就传说中的欧雄老师。听到这个称号就知道他从底山里面打滚的。对，欧雄老师，哎，那其实台南社大明年会迈入20年哦，然后欧老师跟我们大概也快要20年的经历。那其实，在我们那个校内推动登山哦，这个学习的那个系统的最主要的一个老师哦。那我们社大里面最有名的也是登山社，因为那时候他推动那个无痕山林哦，很早就推动无痕山林，其实让我们重新看到台湾的美好。我曾经跟过啊，我一直认为说，因为以前我们在做环境的时候，都是看到污染的河流，就会认为说台湾的河流，因为看到都是盐水溪哦、二人溪那种所谓的台湾黑龙江有没有？就我甚至带我到一个停车场。对，海神宫溪，所以总会看哇，怎么会那么样的漂亮哦？然后我发觉他们其实，在山里面默默在守护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溪流跟山里面的一个登山的这样的一个溪畔的话，所以今天的那个明宪老师请我安排在地老师，我特别想到他，因为今天我们讲的虽然是叫生态这件事情，可是呢，我一直看明宪老师在排课的时候，很多是从顾道师的角度去看我们的课程哦，怎么养成未来大家都变成顾道师的认证。可是呢，在山里面活动最多的人是谁呢？登山的人。好，所以今天我请欧老师用一个登山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一个很棒的步道是长什么样子。那这个步道里面呢，应该有什么东西要被保存？好，这为了大家如果参与这个步道设计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啊，登山者的使用者他们的需求在哪里？那能不能透过这个需求去找寻一个生态跟所谓设计的平衡？好，今天我请我们欧鸿翔老师来带大家来认识。那它这里面呢会有两个部分，一个会讲登山者在做什么，为什么那么喜欢登山？那登山的你们为了如果到山里面去探勘的时候要准备什么东西？好，就大家上完课之后，欢迎下学期可以报登山社，好不好？讲完这个课程，第二个部分来讲呢，他会介绍一条他认为中他心目中最棒的一条步道，给大家做参考哦。所以现在我们会用这两个这两个主题来上课哦。那也大家欢迎大家尽量跟郭老师提问。好，那现在我要把时间交给欧鸿翔老师，是我们掌声欢迎欧鸿翔老师进行。好，谢谢主任哈、哦。那个欧鸿翔今天就是我首先要感谢哈，因为话讲太多了哈、哦。我在社大这边应该也开了7、8年的课，探索台湾3年之内。然后因为哈、哦，家里面有老母亲90几岁了，需要我照顾，所以哈、哦，现在哈、哦、休息一阵子。就变成哈，现在是有一个登山社，社大登山社，我现在是当那里面的指导老师啦哈。每一学期，我还是会在登山社里面哈，跟大家活动。所以哈，欢迎大家哈，有机会的话，来登山社哈，试试看，跟我们出去爬山，究竟会怎么样？有几个认识的，好像以前不是啊，也有刚上学步的时间，因为吼、哦、客串只有演出这节课而已吼、哦，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吼，稍微刚上学的嘛吼、哦，所以今天有两个阶段的课，第一个阶段，我想说吼、哦，各位以后你们是步道师了哦，你们在山里面，可能是中海拔的、低海拔的，可能是高海拔的，在台湾的山里面。大家对台湾的山林有没有了解？阿爹那个灾，因为阿爹那不会打的，来试试看，然后答对的人，将安全登山手册送给你哈、没有答对的也没关系啊，就是说，你还要学习的，要不然你进入到山林里面，不是只有吃东西火呢。东西口那个就是低海拔的山，在这份水库哦，敢那大声话逼啊逼嘞，哎，这份水库的人好听。你到深山里面，你要去做步道的时候，你要具备什么条件？这个是我们的第一节课。然后第二节课，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心目中最漂亮的，我想要去的一条步道目前是叫八通关步道。不过今天不讲八通关古道，我只说它遥远，你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因为那个申请是国家遗产国家公园，
申请不过的。好，西段从东堵到巴东关草原这一段 OK 的，不过东段才是最漂亮的，啊，一般是没有办法的，啊，要有一些啊生态调查什么的，啊，所以哈，啊，那一条的话，我有走过一次，我目前是最想要再走第二次，五哥一直没有机会，啊，所以今天就在我们南部一条第二棒的，我已经去了三年。这三年的元旦，我每一次都到那一个地方，叫六龟子背道，日治时期的，非常漂亮，哦，所以今天，哦，介绍这两个，哦，啊，我平常的时候哦，假扮演员哦，弄个背山啦，哦，啊，所以哦，哎，我跟你讲招待一下，哦，哦，这个也是外面登山社的，哦，哦，除了登山以外，哦，我现在也是硕士达人，不是登山员，哦，啊，最近就是因为弄了硕士这一件事，哦，搞得哦安尼烧香，因为为什么？因为登山的话，哦，好像好安全，硕士的话牵扯到水，三分钟人就没了，哦，所以，哦，你常常听到的新闻是不是哪里硕士怎么样淹死人的什么一大堆，对不对？啊，最近都在处理这个问题，哦，所以，哦，这两年来处理这个问题，处理到，哦，发现这样子，拿白旗投降了，哎，真的哈，你要不要搞啊？这为公众的人，哦，啊，所以，哦，硕西我的第二种专长，然后，哦，我现在我家这根刀嘛，红门路二段301巷22号，哦，麦当劳的后面那边的巷子里面，25年了，我专门在教攀岩，哦，今天晚上就有很多小朋友，我这么专攻儿童攀岩啊，哦。这个是我刚才有问，哦，你们有去走一次东西口吗？哦，你敢喜欢来这次口的吗？是不是？啊，你也是哦，哦，你哦，有走过一次的啊，哦，东西口。那东西口的话，哦，就是由我们的那个执行长，大庙那边的执行长，哦，那个吴老师，哎，你们来都没上过课的，有嘛，哦，哦，他让我们登山社，哦，去开发这一条东西口古道，哦，因为他以前在哦30年前救国团的那个年代非常的盛行，啊，不过哦，现在哦，冷门了，没有人要去了。哦，就以前的什么西亚纵走，哦，冷门了，没有人了，杂草丛生的。所以你们去的哦，你看到这么漂亮，哎，这么好走的步道，绑了很多绳子，天龙会开花出来了。我们最少去5次，哦，啊，等一下会有照片介绍，哦，啊，也要带大庙那边的一些学生哦，哦，啊，到那一个东西口。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哦，没有办法走了。你要走的话，哎，真的要有3把刷子，以及2把刷子哦。所以我说，哎，各位，如果你们的步道熟，你们要在做步道的时候这么陡的情况下，很多人自身难保。你要站在一个地方，要挖土，还要做一些步道的工作的时候，你要怎么不会滚下来？怎么可以站得平衡？哦，接着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堂的，你要先学习一些东西，哦，啊，这些东西是最基本的，进入山顶里面最基础的东西，哦，啊，这些枯木我们要把它整理一下，哦，然后哦要绑一些绳子，让一般的民众啊，你去看不。不经验的人哈，啊，他才有办法哈，哎，来走这一条步道，哎，要不然哦，哎，受伤的、摔了一个人的，怎么样的？啊，报纸又出来了，你们扯淡了，带人家去怎么样？又发生事情了，哦，头破血流了，啊，哎，哇，这个新闻就大了，也是不错了哈，把这个山海经步道又把它弄大了哈，很多新闻那里哦，哦，所以很多绳子哈。
都是我们去架设了很多的东西啊，包括说绳子怎么绑，也有技巧哦，各位，以后你们要学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还谁啊？即将我的专长，因为我从18岁，高中时候就参加社团，到现在58岁，今年58岁哦，希望5岁啊，40多啊哈，不过哈，我现在才发觉，人家叫我达人，对不？这个课程讲，今天欧鸿翔那个登山达人，我从高人过来跟你讲课，也拍谁哈？我现在才发觉到说哈，我实在好浅，真的在台湾的山林里面非常的浅，台湾真的是好大，我现在才发觉到，因为我现在哈比较喜欢爬叫终极山。终极山比较冷门，没有人想爬，因为哈，蚊虫多，杂草丛生，没有人，那一种山没有人想爬，大家都爬高山，不过高山没有什么技术，只有一条路，对吧？挨得哈，整个好漂亮，九头万山啊，好漂亮，云海什么？不过你只要体能好，还一条路而已，不会迷路啊，你要懂得一些东西。一下会讲，中间哦，我怕带我们一般哦，做些，那社大的学生哦，弄些办公室，没有在运动，就来上上课，也不参加活动哦，说办了一个活动你要参加，糟糕，万一走到一半在哪里？所以再有一个叫紫金花营地的地方，比较平的地方。你们是不是从那个真的是会在这里再来有一个比较平，上一次是2天的，在那边过夜，我们在那边有过夜，我们在那边再开一条道路，就是要专门给人家，走到一半扭到的、拉伤的，又去想到的穿个美丽的这阿伤会把伤常常撤退，所以在那个营地那边。我们开了一条路，差不多20分钟就会走到有人家的地方，叫做赵新村。所以我们也开了一条撤退路线，所以什么都帮大家想到了所以如果可以大家协力把这条步道把它做起来，然后一再推展到全国各地，这个是在千里步道。我们登山的也喜欢不要走水泥的。水泥硬崩崩膝盖冲击力好大，做一些人工的东西，那又很奇怪，跟大自然不搭嘎，所以我们也开辟了一条比较撤退的路线，全部的绳子用的非常的多，这些绳子都是我们。把攀岩还是有一些要抛弃的绳子拿来用的，不是去买新的，因为我们攀岩的话有很多，攀岩用的绳子时间到了有年限，要把它抛弃掉，淘汰就用到登山里面，因为像这种有花色的这个绳子它承受的拉力是2800公斤，所以用在登山非常好用，当然我遇到一件事，2年后再去看，哇，超高，原来那个紫外线好强啊！那个绳子已经本来变成有黄色的，就变成跟旁边一样，变成那个白色的，马上褪色，所以可见我们在外面那个紫外线非常强。你如果像这样风吹雨打在这边晒一个绳子，我就已经褪色很严重，裂化掉，何况是人？所以我刚才忘了带我的老花眼镜来。你现在紧说，要买个警报，因为眼睛要防护。我中意的对来讲，年纪大了，所以等一下，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外面的环境紫外线
哦，多了多少？哦，你要知道哦。哦，啊，然后哦，哎，我们走到最后要选择这个鬼灶，你猜？哦，嘿嘿，啊你们不是上了很久了吗？啊，那个五支行长不是那边专门在生产农业，东山，台南县东山乡。哦，所以走到溪口那边的道路，那边都连连长，你们那个水泥开始走下来。有很多家，里面都是那鬼连连的。我刚今年没有，因为奶鸡跟连连都没有。那刚好我们里面有一个前任的副社长，他老家在那边，种了很多龙眼树。哦，我们就去体验看看，才知道说，真的好不简单。那个要看皮哦。你要爬到这么高的树上，去砍这个龙眼，去摘龙眼，真的有一点危险呢。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爱喜欢这种攀岩的高手，对吧？所以真的当农夫真的不简单。他们也没有用绳子牵吧，还有用什么攀岩绳吊带？没有哦，人家做了好几十年，好厉害哦，蚊虫很多。七八月、八月的时候，往往往高嘞，你就光皮肤过敏，你就完蛋了。不要说你要摘龙眼，你到那边站个十分钟就麻烦好跟你，马上回来过敏。因为都市人没有办法抵抗很多蚊虫，所以这个也是你要学习，所以一点点爱就帮他搞，依靠抗体对不？一刀爱起，你要起高啊。才不会过敏对不？基地。不然你跟他讲哦，我要到深山里面，那个环境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哟。被吹冷气的吹冷气了，热到爆！你看，大概这种。然后爬上去摘龙眼以后，放下来还要把叶子还要再整理一下。真的好辛苦啦。好辛苦哈，然后还要再挑，用那个扁担哈，而且要挑出来。我们里面自己挑挑看，我跟袂起来，因为我懒得晒个本饭，我若跟起来又落下掉，没有办法，我就不行，死定。所以我们就去体验才知道说，光要吃到龙眼很简单，要吃到龙眼干很简单。真的要龙眼摘下来，把它变成龙眼干真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还要种下来还要再 Q 机来加落下要海底，不然去人吹了后还要烟熏烘焙，用连烟茶下去我们再变连烟瓜弹烧。热到爆啊！烟熏啊，那个不能断，24小时要顾着。每一个人的大出山哈，要买龙眼干都好好出，刚出来都很好买水分好多了，跟你们外面吃的不一样，还喜欢跟山色啊。还有明年要体验走东西口一天来体验摘龙眼一天，还要宝贝落实真的好不简单再过来，我为什么会烧香一直不会好？从九月就开始，因为暑假很忙，然后暑假过后就开始一直烧香它变成你先讲过敏，过敏不是说被你会活量这么大的人，你登山的人登山教练、山教练大人，身体这么好会过敏，天不天？空气不好，对吧？所以现在念华，我在高雄的寿山，这啦这是大楼寿山的顶端，你看那个上面有蓝天还好不要是北大五那个中央山脉山脉的上面好好的，下面的污走了所以台湾的排碳量
嘿，这是民国2017的哈。哇、哦，台湾铸造的太实在太多。我那一天哦，找同学说，你上网查看看，好像不是第三啦、啊，是第五、第六，每一年都排名不一样，都排在前面。大家制造的，除了空气污染以外，咱高速公路甚至有彩排啊，那个实际素食救地球。哦，你吃足侪牛肉排的碳，比一般骑机车还要多，对不？哎，对。能不吃肉吗？能不用这些塑胶的东西吗？哦、大家习惯了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哦、我现在放眼望去的做不到、不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登山可以节能减碳，大约调查一个人一天用三度电，两度好像两度的样子、差不多等于呀、大约啦吼、三公斤的碳排放。啊，如果我们两天到东西口，然后吼、你不要吃太好的，不要牛排什么都搬到那边吃，那又不减碳了，反而制造碳。然后不吹冷气，没有电灯，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吃简单的蔬食就好。少用的四度电，然后乘以两天，啊，一个周休假日六日两天，如果有40万个人出去的话，就可以减少1600万公斤的碳。我们到外面去爬山，所以爬山节能减碳，对吧？是的，各位，带人家去走步道，去住在里面，不要用到文明的能源，就是减碳，很重要。去爬山，为什么要讲这些？我们不管什么人，登山的也好，所有的人，通通都一样，各行各业的人。你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的事项，就是你身体的健康。因为你身体健康，你不会用到健保，那个健保不会垮掉，多重要！你去爬山，身体就健康。小花那烧香后，然后我等等就完了。你看，少用了多少健保的费用？哦，所以登山、户外活动、走步道，什么你只要户外活动，都是节能减碳，都是对社会正向的，都是健康的，都是对家庭好的。因为你要照顾父母，要照顾小孩，以后不要给小孩照顾你。所以我现在专门顾我自己的身体，跟我太太的身体。我你登山。一口气几万，慢慢来讲，一口我戒不掉，好不要喝。我的小孩子就不会照顾我，因为现在哈、这个老人的问题很严重，对吧？很资源都会投入到那边，所以你看哦，这个很重要哦，所以哈、我就讲到延续到健康，要鼓励大家。就以我的概念、你如果去爬山，就是像讲，你在都市里面跑马拉松哦，他讲我就慢性中毒对不？穿个个海气，走10几公里，加只 PM2.5 数数入面，安尼不是慢性中毒吗？对不？对啊，不过你肌肉很有力量，不过你吸了 PM2.5。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没有问题的喽。现在是第一名，胃腺癌哦。
以前是大肠癌了，有人会先空气的问题真的不行的，我不吃可以的，哦，现在出得很清淡的，哦，啊，不过不吸不行的，你要到海拔1000公尺以上，二元平山的是阿里山公路从出口一直开开开开开开到哦开始平了，有看到蓝天了，那差不多在1000公尺上下，好。阿里山公路遐吼，做一人爱去遐吼。你看，你从二元平山那边一看，1000公尺以内都是污浊的空气，东西安尼污浊。哎，这个投影机看办，不是新的吼，啊，看看就算。1000公尺以上，你才看得到蓝天。啊，所以第一个你要运动，你要到1000公尺以上哦。好，这是我跟大家会讲的。尽量运动，你吸的空气尽量在1000公尺以上。我们现在世界改变了，跟以前不一样，好，所以哈，我们如果在高海拔，除了那个氧气含量减少，不过有医学报告，因为最近在哪里成大哦，听一个安全登山讲师，因为我们当向导的哦。都要每一年要一次，他现在体育署规定，一个医生，他到那个好像是瑞士参加一个医学说，住在高海拔的人，癌细胞比较不会生长，为什么？因为血氧浓度的关系，氧气含量的关系，所以哈、哦。真的高海拔有它的好处哦，所以哈、哦，我要送给你一个哈、哦，我自己累积了这好几十年的哦这些经验值，好，就是你要有一个彩色的人生，你如果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先送给你的第一个礼物，健康处方签。从10年前都没有改变，到现在，好、哦，通通一样。这个、欧医生，啊、哦，送给你的处方签就是这么简单，啊、哦，所以哈、哦，先送给你们一个健康的概念，啊、哦，这个概念跟我们的课息息相关，啊、哦，跟大家、跟家庭、跟社会息息相关。哦，这拢小看的呢，哈、哦，来，哈、哦，要开始中奖品了，来，请问一下，哈、哦，这个1000块钞票上面，好、哦，是哪一座山？玉山特百，哈、哦，来，我、中，哈、哦，就简单，哈、哦，就这么简单。这一本的话，哈、哦，是一个好朋友了，哈、哦，一个。它里面有写很多今天我讲的重点，比我写的还要清楚啊、哦！然后、哦、我的娘子，你看多回多大了，300多哟，只有这个样子，因为我刚才看的那个重点地方。老师借你啊！哦，借我这个，谢谢哦。哦，真的好，我200多公斤啊、哦、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个重点啊、哦、可以它里面呢、哦、有很多登山的观念啊、哦、它也有无痕山林，还有你要知道你要登山哈、哦、还要有哪些装备啊、哦、然后、哦、台湾的大跟小啊、哦、有很多山难发生，尤其现在哈、哦、山里开放，最近啊、哦、山里开放了啊、哦、因为哈、哦、没有火给了，我、哦、刚才也跟关总主任跟他讲，我说你踩一个白啊，你比哦发生事情哦，哎，摔断了腿，哎，也要跟地方政府申请国赔。你自己没有
先把这个登山的概念装备准备好，你就进来了。啊，你受伤了，你要怪谁？所以我们国内从小山野教育没有扎根好，所以我们跟欧美国家不一样，不能拿欧美国家那一套来用在台湾。好，还要再修改一下，不是完全不行，不过还要修改。所以现在山林解禁了，没有欧美的哦，你出去不要再怪政府了哦，公布到没有做好哦，你的酒头还叮当的，你打起来都上了，没有哦，你自己的责任哦，所以你自己要哦，开始哈、要读一些东西哦，除了上课以外，要读很多的东西哈、爸爸他太多啦，各位哈。请问一下，来，我们这一区的，压点啊，这一区的倒了哦，那个借我眼镜的，这个小嘴哦，请问一下哈，那两只鸟是什么鸟？那两只鸟是什么鸟？边爱个共者的标品哦，答对了，地质哈，来哈，地质。这黑尾长翅，1000块的哦。来，哇，这个位哈，这一期的哈、这个穿红色的哈，刚才帮我用这个麦克风的音响的哈，哎，这条太困难。这条呢 A， 送一本再加一个哈，那个按起来赞，请赞。他先，然后再你们其他的，你有你没有？你已经有三个了。地质啊哈，地质哈，那个印在1000块的钞票上面哈，不简单了。加盟起来哈，这个1000元的下面哈，这一朵花叫什么花啊？厉害哈，第三季哈，再按一个赞，对哈。你不知道一三季的哪几首？来放下来哈，一三季到底是在做什么的？我为什么可以印在那一个？又不是国宝鸟、国宝仪哈，一三季哈，你的脚乖一烂哈，这够乖了哈，你家哈，哇，什么阿里山季儿嘞？阿里山的一三季啊，给个起哦。肝炎、肝硬化啦什么的吼，也有做吼养生茶吼，好迄个护肤的吼，刮掉也水哦，所以吼，一三季吼，未来这一区的，请问一下，这个500元的钞票该做山是什么山？宝箱，宝箱。大尖山哈，来哈，送哦吼！嘉宏姐，大坝尖山在哪里啊？在新竹。在新竹的哪里？新竹这么大，新店避风乡，新店的庙口，五峰乡，要从哪一个登山口进去？小姐姐，慢慢的回去找答案就好。先不要讲。所以，钞票最简单，每天都在用的钞票，你就知道讲，台湾有多大？我们真的了解台湾太少。所以我最近一直说我们在追赶，没办法。真的，大家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出国去玩，年轻人就是出国，对不对？然后大陆客不来，我们旅游业就倒。然后国内旅游每一天再给你1000块，可怜，对吧？没有人要投入在山野的这一块，最健康的、最节能减碳的。最对社会有贡献的，
对吗？对经济有帮助的，好，看来好真的吧，好，再来哦，好，大发先生，然后再过来哈，这两株椅树哪个什么椅？哦，因的话多稳归二来哈，站起哈，睡哈，哦，谁能猜哈？来，你这里想掏钱的哈？2000块的钞票，最多三起三一三，来三倍五，三一三，起来，学生南湖，哦，南湖一定要那个答对哈，啊，所以哈、哦，你为什么？哎，2000的呢，2000块呢？为什么要印南湖大山？1000块的义山。还差了一倍呢，慢点差一倍呢，哎，是的，啊，在宜兰中央山脉最北端，它里面有什么东东？哦，我们看一下，哦，非常漂亮的，它是像雪山，它是千古冰河遗迹，哦，胜过了雪山呐、啊，哈、哦，哎，真的哦，非常漂亮。哦，上面也有一个山庄，啊，里面哦，晚上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水鹿追龙啊，哦，啊，到底有几只呢？哦，杰龙壮好哇，刚才我信教了，后边够有了哈，很多人观看哦，人家把杰龙都搞起来，哈哈，他又来了，啊，为什么很多？因为哦，我们晚上哦，哎，男生出来尿尿，他们也在草坪下尿尿。啊、那个水鹿哦，它要来喝我们的尿，为什么？因为有盐分，所以我们的尿液很珍贵。对动物来讲，我们的尿液好珍贵哦，所以我们在那边尿尿哈、哦，哎，啊，那个水鹿就会来那边舔，哦，它需要盐分啊、哦，因为山上没有盐巴，哦，所以你看。光这些生态就好了哈、哦，哎，就像东北玩啊，哦，真的我讲不完。阿哥，我在一起上，沈塘啊，哦，好可爱哈、哦，这是冰河时期积累下来的，哦，你看，哦，刚樱花都很贵，赶快哦，你看，哦，还用碧里蓝土来剪头来对哦，已经吹了70的收成。哦，所以不得了啊、哦！哦，所以各位哈、哦，就光这三张钞票就好。哦，它的生态，哦，它的一个山，我说哈、哦，我爬了40年的山，我最近真的最近这5年才发现到，哎，我真的好渺小，因为我刚开始，我的第一个说我在爬山，第一个那个就是义山，对吧？的照片，对吧？我专门带队义山100多次，结果我这5年呢，我才发现，哇、哦，真的义山怎么那么大？因为我们一般人就是到塔塔乡，然后、啊、就走步道去主峰，啊，有的去爬北峰，哦，东峰，哦，安呢，啊，就在下了。不过义山它周遭包括我讲的八通关古道，它虽然只有一条古道而已，你在步道上面走。啊，最近我才发现到，因为我最近哦带我太太到义山的另外一个面，啊，就是它的比较哦，也叫南尺仙溪这一面，我去爬了一个叫石山九刷，因为你要到塔塔家之前有一个石山，啊、哦。哎，暗是十三秀河，十三秀河是你腾出，哎，那他听下六龟井变到被攻的，哦，我在九刷才发现到说义山那条林道，我这义山林道好漂亮，保存得非常完整，哇、哦，多条啊，保存非常完整，各位以后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过来我甲查下资料，讲登山口塔塔家，他以前，好、哦。就是我们运快木，
他从水里追力压，特朗普走神木村林道上来他大家，然后再走玉山林道，好到北峡山那一边砍木材，然后还有一条再往南子先溪林道，往南子先溪的是纳马夏这边，他才有通砍木材运出来。这是林道的部分的是大卡车，因为我第一次爬玉山的时候就是坐大卡车出来，它是空的 truck 在水里卸掉，把我载去到达达家把我们绑了，我们爬登顶的下来，载了两根块木，上面再一根叠三根块木，我们就躲在那个块木后里面，这样切切切切，再尽量注意的。我还有照片哈，以后有机会去这个看看。哦，所以塔塔加它是一个中间点，然后不是安尼代志，我只简单。原来这个玉山林道吼，就是石山遐，遐有一个叫做新高口，较早日本时代叫做新高山。那边的铁路就是阿里山的铁路嘛，是载快木对不？啊，啊有下面的水山线，啊，搁有迄个叫做霞山线，哦，好几条线也是交汇在那边，啊。哇，所以哈、哦，我才发现到说，啊，当然要去查这些哈、哦，你看历史古道，你才发现到，阿娘为背山爬了四十年，哦，连这个都不知道，第一次，哎，好漂亮，哦，十三，哇，一三年的好漂亮，保存的好完整，以后可以去走啊。你刚刚好，今天要讲那个了哈。现在烧声，我要用歌声跟你们讲美丽的宝岛哈，哎呀哈，啊，我外观了没哈？哎，唱个歌，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台湾有多大？哦，台湾哦，我们106年6月11号在社大的好热，哪位有退休过？带我们社大登山社的这些学员去溯溪，到屏东去溯溪，这条溪叫做万安溪。太阳哦，热到爆！你看哈、哦，哦，大家玩水哦，玩到很漂亮。你看，哎，登山社会社企呀哈，然后哈、哦、回来的时候4点多，斜张角，太阳这么大哦，你看哈、哦，来，阿廖阿哈，哎，刚好那一天晚上哈、哦，我要到哪里呢？我要到花莲7点半出发。你想大声未歹势，啊，未好哦，因为哈、哦，哦在讲话的时候哦，这个丹田弄超大哦，载了这么东西啊，因为要到那边哦去训练溯溪，花莲那边溯溪现在哦，哇、哦，真的哇，经营得非常好，啊、他们需要证照，我专门在花那个什么教练证哦，哦，要到他们那边帮他发证，7点半出发，然后到达合欢山，搬走中横那里过去，台南出发。哦，从国道看看第二块叫几号玻璃哦，还在上亲近合欢山，到合欢山2017年6月11号，刚好11点半，夕阳天到合欢山3000公尺，那个时候温度你讲10.9度，你讲，哦，合欢山是太平洋国家公园，温差35度。朔溪35度，六月灰熊波，热死人哦！提到马上4个小时到了合欢山，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可以这样？你4个小时马上站到3000公尺，有很少，太少了。然后跑了332公里哈、哦，到达白杨停车场，一下那都困一下。然后6个半小时就到了，都包括哈、哦，你合欢山遐吼下来尿尿，吼好要欢喜，好安尼吼。你看，台湾的这一个地形，我跟你讲，台湾的地形景观吼，哎，真正是世界第一啊！啊、哦，哎，当讲吼，从北半球走到赤道。所有的地形、地貌、环境，台湾都有，只有没有高原，没有大沙漠，纯的龙湖，那些高山哈、哦，
在台湾36000平方公里内底，258座，这内底有啦吼，密集度世界第一啦，台湾的世界第一实在太多了，哦，所以吼，哎，这个相片拍摄哦哈，因为有很，我今天我在上课，我都是用照片呈现，它只有用文字，啊，所以吼，哎，袂当讨好你哦，你若要退。去甲这个龙眼鸡的做了去，哦，因为有的是别人的哦。我赶快介绍一下哈、哦，登山社哈，哎、哦，一挂课程哦，你看过就好，什么都有，也是以后各位你们要做步道，要做步道师，要投入到山野里面，不要讲登山啦、啊，旅游什么山野旅游，你一定要学习的东西。你一定要先经过这些课程，这些过程，这些过程就是你学习成长。你没有经过这些课程，不好，好、哦啊，所以哈、哦，你一定要了解，哦、因为山野里面实在太大、哦，要怎么打包背包？你要到哪里去买什么东西？哦、你要怎么？煮东西吃，你要在课堂上，在这边哈、哦，像我的课，你今天就来这边给我煮一锅白米饭，啊，我来跟你吃看看，再打分数，赵飞达的69分而已，哎呀，吃了足 Q， 啊，会不会煮？不会。只有这些登山的人会，哦，说家里对我怀疑很高，因为他参加很久了，哦，要用一个瓦斯炉把它煮一锅饭，不是恁家的电锅炒，对吧？更厉害的人，原住民，哦，来台湾真的最厉害的人就是原住民，不是这些达人，差太多了。他们安轻轻猜猜起一不会，底下他分了乌索索，因炖煮够够好吃，又有碳的味道，因为那个碳就会减碳，哦，我、哦、爱、啊、用迄种底下来烤的海底枪的，用火炉来火来烤的，不是加树木，茶烤的迄种海底枪的，迄真正是偌好吃嘞。哇哇哇！真的真的难，可能流下来了、哦。所以你自己要会煮饭、炒菜，那个就简单了、哦。那个配料就简单了。你要在这边先学习，课堂上嘛，大家做无用的，嘿，当乡社会，大家拢在上班。不过我们的课就来这边马上煮哈、啊。哦，我拢炸两支冰，专门在平摊的尔。哦，啊，煮野菜。野菜在哪里摘？哎、欸，后甲国中很多，以前我们都在原民国中很多。哦啊，我不是植物的专家，我们就请植物的老师哈，传、哦、大家来诶、欸、校园的办，还让我们转农业哦，哦很多可以吃的。哦啊，就煮一道菜，哦大家就吃野菜的哈、哦。啊，再来啊那个我逼真哈，但真的到操场去煮，我在教室都有电灯。你要点着头灯来煮，对吧？啊，到黄金海岸再模拟，真的照不完。到沙滩哈，啊，你唔才是真实的，对吧？是，没有错。哦，啊，你你看我都要学习啊哈。哎，啊，当然哦，你要去找场地，我你来一点人，你啊咧安尼机会啥吼？哎，哦，那边警察就来啊。哦，所以要找场地，现在很麻烦。因为边啊都彩排啊吼，进组游泳以外吼，要起会啥拢足困难，哦，啊还有地图啦吼，哦够侪啦吼，还看不完啦吼，就赶快看吼，无时间吼，真的要，诶，好啊到大众夜市去也是定位啊吼，哦啊定到哪一摊吼，你就爱讲价，蚵仔煎哪里个叫消费者吼，那因为要过天了嘛，未使臭豆腐蚵仔煎哦。家乡面包厂，对你几多？哦，有，哦，所以
哦，我们的课哦，还有一些实际操作，登山杖很重要哦，因为登山杖哦，啊可以减少腰部的受伤哦，所以登山杖很重要。你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去买一支登山杖，你到户外活动，沙地卡，我们都拿两根。是，因为下坡，你一定要两根。好，而且像我来拍你来三点不动，是不是？三个点，啊，这一根要拿起来的时候，这一根插，对吧？保持三个点，对，这是摄影机的三脚架，所以说两根下坡最好。啊，不过你要习惯它，刚开始不习惯，很多登山的老鸟，哦，哎，没有，哦，我体力不记得定地，哦，啊，所以哦，你要拿登山杖。它的好处太多了，啊，不过你要会拿，啊，各位，千万买要买800元以上的，你旁边有100块、200块、500块，再买三节式的沙袋，你旁边细袋，165公分以上的，记住，165公分沙袋加起来也有这些，原价165公分以上，沙袋800块以上。因为它下面是骨钢，磨久了永远不会坏。好，啊，那边一冷爆，我两边焊，啊，个两边灯，它里面转的和矮的那个塑钢两边焊。好，所以这种作业小细节，美感不够多，多在哪里？哦，讲不完啊，现在讲不完，是啊，你们到东西口就有看到这个，哦，哦。要打什么结？嘿，不简单，不是这样轻轻在这里打而已，这些结要学习过你才会，哦，不是这样轻轻就打而已，对啊，哦，啊，你若是露营好容易，欸，你要搭外帐、营帐，欸，在操场练，自己的营帐自己要都会搭得起来，好，啊，不要搭炊事帐，体能就是健康，体力不好的绝对不会健康啊！来恭喜在位，我这个人足实在，你体力歹绝对袂健康。哦，啊，所以哦，体能要训练，你要加强训练。运动333，来上网查，咱台湾市卫生局在推广运动333。哎，好，好，跟你查哈。哦，所以体能你自己要够。你的身体就会健康，啊，伸展哈，还是哎，有的人想要去做那个哦，健身房的重量训练啦，哈，哦，啊，体式呢，切锐，我的切锐那个哎，跑不掉了啦，哦，你的体式能怎么样哦？我们一测，你就马上知道了，这科学证据就出来了，哦，用最简单的方式帮你测，就知道你的体能怎么样呢，哦，啊、哦。啊，就会跑步测，啊，所以不是我全部都会，不是啊，哦，我们会请那个哎其他的老师啊，那哈，我准备跟那个讲，叫我来讲课啊，那哈，哎，叫专精的老师来，跑不跑来？欧宏翔在这边哦，怎么样？哦，年龄、身高、体重、BMI 哦，仰卧起坐上面，哎，马上哦，你看不好过重上面，哦，自己检讨啊。哦，安尼拢免难讲，哦，对无？啊，这有一个吼，男生跟女生呢，伊个心肺还是什么的模式，好，哦，还得体适能来对付啊。户外活动吼，哦，哦，玩太多了啦吼，哦，玩到吼，哦，不胜枚举吼，太多了，看过就好，安尼吼，哦，是，哦，我们的活动吼，哦，每一学期都不一样，哦，啊，也有很多吼，哦，哎，你们想象不到的哦。哦，高山啦，啊，中级山啦，啊，古道啦，哈，哦，啊，秘境，人家没有去的，啊，我们喜欢哈，哦，到没有人的地方，哦，我像这个就是以前的一个哈，哎，抗日的时候的根据地，哦，你嘉义的峰山，哦，千人洞，看这样，反抗日本人哦，躲在这边，啊，哦，不过哈，哎，那边有一点阴森森的，哦，哦，来到山野里面哦。你要不怕鬼，你被安娜害不怕鬼，我就没有做坏事，
对吧？我就不怕鬼，就这么简单啊啊！所以你要做好事，哎，对吗？啊哦啊，做死了泡野溪温泉，我算命都污了，还得去海水哈，哎，那有浮潜，哦哦，从南到北了哈，哎，真正哈，这数几年来哈，哎呀，不知道爬过多少了哈。泰国安尼个灾吼，阿个八八水灾吼，我们也去体验了原住民的一些东西哈，啊，啊，阿个一寡吼原住民吼，哎哎，他们怎么狩猎的？哦哦，去学习一下，去跟原住民学习，哦哦，不是我们胜过原住民，哎，要先了解这一点。哦，有一个台湾也是很有名的布道师，就是登过。圣母峰呢，这里还是武义龙，我讲，你需要什么用的？哦，他现在当布道师，哈、哦，还原住民布农族的哈，好、哦哦，所以山里面的主人要原住民才对，不是我们，我们是文明都市的主人，哦，哎，哦，所以你如果看到原住民哈，哦，帮我们哈、哦、背东西什么哦，真的，他们真的太厉害了。我们差人家太多了、哦啊、所以、哦、我们、哦、就这十几年当中，这个大甲妈祖的嘛是我的课程，哎，很奇怪，我讲的很好，真的。为什么大甲妈祖是我们的课程呢？我们一般吼，拢认为说吼，哎、欸，啊这个啊这走这个七天八夜，我在登山呢。我上一次是走八洲关古道，走了十天呢。啊，那个又背了二十公斤，啊不敢要行，安尼来来干，行去干，迄个叫做心干。你看有啥物？啊，都平路，你走走看，没有两天就完蛋，卡都破卡。你要走八天七夜，要有宗教狂热，你看我走。我最后的感想是安尼，真的没有这么简单。哦，啊，就是让大家去体验。我们先不要讲到宗教的问题，让大家去感受那么多的人。沿途上有那么多可以供应你吃的，你都没给他去邀请啊，生命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台湾的这个宗教文化啊，啊去看一下哦哦，原来这样，刚刚他们丢给来看哦，阿哥有人给你推拿哦，来打沙龙帕斯，都有人喷旅游金给你哦，真的啊，要这样的体验方式，所以哈、哦，我们办了好几次了哈。哦就带登山社的这些哈伙伴，啊，啊那个宗教佛教也有，啊，啊后来到佛光山哈，哎、欸、也有师傅啊，哦，可能开示一下哈，哎、啊，请问一下，来哈、啊，阿弥陀佛的意思是什么？你来啊，阿弥陀佛的意思是什么？有种咩，他都答不出来，那么讲师傅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意义是啥？刚才我无讲伊哈，因为足久无讲过啦吼，无人知哈，啊，阿弥陀佛的意思就是，我上一次先问了师父一下，用就是祝你成为得道的人，啊，阿弥陀佛就是祝福你，你可以。成为一个得道的人，好、哦，啊，所以哈、哦，哎，哎，好、哦，啊，就不一样，所以让大家的人，哎、哦，阿弥陀佛，哈、哦，哦，啊，所以哈、哦，耶稣的，啊、哦，基督教的，我们也要去请牧师来开示，这个都是我们的课程，你不听课，你会不知道，所以我们，哦。心里面每一个人心里面要有一个信仰，不管什么教都没关系，
这样第一个你就不会做坏事，不会做坏事。第二个，你晚上就不怕鬼。好，阿妹，啊，你就会有一个医生讲的安慰剂，安慰剂是有效的。阿妹，你看跳，做前面哦，哦哦，太多了哈，哎哈，哦，啊，反而台湾的很多古迹我们都不认识，哦，你们里面有文学馆哦，有啦，我刚才我觉得还是你文学馆，阿来叫你讲讲解好啦，哦，攀岩啦，吼，哦，寿山探洞啦，哦，跟他讲哦，活足哦，就去批课程，本来今天哦，我小时候也讲哦，哎，寿山那边有一个很棒的故事。我叫万能诊所，你上网去查都，我本来要讲这，啊，不过吼，好像有一点吼，哦，万能，就是讲吼，哎，啊，你跟你去查啦吼，哎呀，哦，这个很棒，也是跟健康有关系啦吼，万能诊所，就是寿山那边吼，有杯水的。到上面，哦，给人家奉茶，很多人都是有特殊的疾病，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杯水就好了。啊，所以寿山那一个杯水的现在人很多，哦，那些杯水队，他就是医生，就叫万能诊所，什么病你到那边都可以医得好，哦，很奇怪啊，哦，所以爬山就要像我第一张照片那样，哦。嘿嘿，你什么毛病都没有，哦，啊，所以走出户外了哈，哦，而且溯溪啦，哦 ，CPR 啦，红十字会哈，哦哦，还是哦，所以哈，哦，什么都有，什么都卖，哦，看来哈，啊，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除了这一本以外，啊，还有焦山，第一个焦山的是1500公尺以下叫焦山。先我觉得知道，啊，1500到3000，这终极山，终极山是目前最难的不是高山，因为它很多没有路，没有人走，都要拿刀子下去砍，好，所有的很多的遗迹都在终极山，就包括咱汉典那边讲的六龟井背方，都在终极山哈，好，啊，高山展望很漂亮。啊，不过哈，啊，只有一条路哦，啊，所以刚开始，所有投入登山的人，第一个阶段，那10年绝对爬高山，因为高山实在太吸引了。我自己也是，年轻人，我的是被最好的、最棒、最厉害的，就是高山，啊，其实那10年，慢慢的累积出来以后，你就知道，嘿，你在爬山当中，我们是要。用心去体会，用眼睛去观察，不是用脚去走路。哦，要10年才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一句话。好，哦，然后海拔，我们这边的话，哈，哦，温度如果24度，哦，那1000公尺降了6度。每1000公尺上升1000公尺海拔降6度，每上升100公尺是0.6度，哦，所以我去到海拔山，我会寒死的，是安尼。你要知了解啊，哦，温度的关系，哦，所以你到峨眉山还是海拔有一点高，哦，到现在我们大部分现在目前晚上在阿卡列24度，你如果到我讲的1000公尺。降了6度，要穿十倍多哦。所以你要了解，你要带保暖衣服啊，足够啊。然后气压，啊，我们这边是一个大气压力，哦，啊，然后哎，到了3000公尺，哦，0.85而已啊。啊，会点90度就滚了，人家是100度，3000公尺90度滚了，你也必忍住尾线的哦。哎呀，温度不够啊，啊，那怎么办？哎，要练啊，哦哦，要怎么办啊？
哦，遐也无压力多啊。啊，紫外线好强，多了40%，哦，所以你会得很多的老人斑就出来了。阿哥哦，眼睛哦，别来讲，哦，哦，所以这个哦问题很大，你要了解哦，哈、哦。夏天就是台风嘛，对吧？夏天嘛，台风季节，啊，就是午后雷阵雨，这就是夏天典型的气候。台风拢爱对来。太平洋人公布了，咱家拢炸掉的，较不要紧，对不？哎、哦，所以夏天比较典型的，哦，就是每天都有午后雷阵雨。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爬山，下午当然有的时候下在12点、11点，有的时候2点、3点不一定。你要先看气象，然后你要准备，哎，2点要准备下雨了，所以你要带什么？你要带。哎，防衣啊，这些东西啊，啊，哎，要不然你要早一点休息了啊。哎，啊，现在呢，已经东北季风10月10号就开始吹啊，对吧？哦，所以现在秋冬就是东北季风的喽，没有下午后雷阵雨，有很少，哦，不会下那么大，有的时候20-30公里、40-50公里，哦。密波龙，啊，这个东北季风从哪里来的？然后是按大陆或西伯利亚，慢慢的一波一波，每一波下来，哎，围绕东北季风，啊、哦，东北季风真强，再来，哎，冷气团，强烈大陆冷气团，强烈大陆冷气团，刚刚是怎么多？台北的温度12度，就强烈大陆冷气团，15度，刚刚是冷气团，哦，中央气象局查，东北季风，哎、欸，温度较快，寒流嘞，台北10度以内是啊，就寒流，啊，其实拢是东北季风，大陆的冷高压流来，哦，啊，高压是顺时钟，所以东北角宜兰那一边严重，我们这边嘞没有。哦、啊，不过，哎、欸，境外污染物来来中南部，对不？所以现在污染好严重的哦，是不是？对，东北吹过来。那、啊、我们夏季的时候呢？哦，它是从印度洋经过越南、海南岛这边西南气流，哦，拢来只印尼来，对不？嘿、欸，啊，所以咱南部、南部当时哦有水灾，除了风台以外。这个气流一进来，你要知道这些是最基本的东西，气象很重要哦。这个牵扯到安全上的问题哦。公安上的问题不知道哦，好多哦要学的东西装备，你要随着季节，你要去是春夏秋冬都赶快，对不？啊，你要记得是几天。你是要到阳明山，还是在屏东北大武山，还是要去合欢山，还是在阿里山？夏天千万不要去阿里山的山区，不是2000公尺以上的不要去，因为那地方啊慢慢走高。阿里山奋起湖，奋起湖差不多1500公尺，这边那梦中主。哦，阿里山这山区是水利是不是拢变啊？哦，要往哪更远？所以阿里山的区块那边2000公尺以内的，那阿作者啊，要有防蚊的东西啊。啊，那2000公尺以上比较没有蚊子的，哦，那就比较 OK 的。特务员古道之中，阿里山森林游乐区是2000块啊，比较 OK。那个就没有竹林慢慢的就按屏东都往南的还是咖喱啊，哎，对了，屏东家的哎就比较少有竹林，也是有，不过海拔低，好闷热，千万不要去东西口，你给我慢慢，你看到慢点啊，看那个午后雷阵雨，很多小落落，每天下午后雷阵雨，那种土是小落落。
你要了解这样的情况，还是在外医师哦。他说什么时候可以去东西口？季末、秋冬、春天，对吧？所以你哎，了解这些东西，你该怎准备？要准备什么啊？哦，对吧？哦，所以这重要哦，要先把自己保护好哦。像这个，哎，咱刚没想到。9:20哦，啊，到7到9哦，哦，啊哦，等一下哦，你中间我们下个5分钟给大家上个厕所了哈、哦，这一个第一个阶段快要完了哈，啊、哦，就要进入到第二阶段，六规矩被盗哦，就赞，哦，你要不要穿这个？这个十块的毛衣，那就是塑胶带下去挖两个洞的，你千万不要哈、哦、带这个，哦啊不要穿什么牛仔裤，牛仔裤是免的，免的一蹦蹦又不又吸水，不会干。啊、哦、虽然你是伸缩，不过吼两个伸缩的，那硬边边，呀，那边下起来下不起来啊。哦，所以这装备你要穿什么很重要。去哪里买？现在迪卡侬吼，你去看，慢慢来拣，以个人经济能力下去买，好、哦，适合的就买迪卡侬。我刚刚给拜评价了，啊，所以我没有办一个课，请大家到迪卡侬那边，我就跟你介绍，没你掉的介绍，我给你看来，三来一来介绍，背包我这里给你介绍的，啊，不过要去跟他讲，啊。哦啊，去迪卡侬哦，我觉得不错，我很多东西哈、哦，哦，我到迪卡侬买哈、哦，平价。东西口一天的行程，那、哦、来看卖嘞，鞋子哦，鞋子，这个是穿一般的休闲鞋，啊，这个是穿登山鞋，哈、哦，有无？好、哦，红色的，你看，哦，好、哦、啊，也有穿穿布鞋，这个是穿布鞋啊。哦啊，到底你要穿什么鞋？哦，啊，够人穿雨鞋，就讲咱这个竹心长不冒尘哈，伊拢穿无个这个就是啊哈。啊，到底要穿什么鞋？哦，来第一个，我们到户外，你如果没有经验，你是新手，你就是用最简单的思考模式就好。我也要听咯，因为那个路。崎岖不平，上上下下，高高低低的，会坏掉，会扭到。我们要穿的就是长筒的，对吧？长筒的就不是这一种球鞋。到家，到这边，把整个脚踝会包住嘛，对吧？啊，所以是啥？就是登山鞋是吧？啊，耳朵啊，刚送来到这样在包住。他袂卖掉对不？哎，就是登山鞋啊。所有你就是登山鞋就好啊，阿伯行啦，就登山鞋。好，来啊，第二个。哎，你如果觉得我有一点点经验哈，啊也不想买登山鞋，因为所有的装备，包括这个衣服哦，一件从亚齐亚会100到1000到3000那种路，我东百货公司哦，还好。所有的鞋子，所有的东西都一样，哦、所以你自己的经济能力就好，不要一次就花了10万块下去买，哦哦，哎，开4000了，5000块呢，哦，啊，别急，啊，还是一次买1000块，啊，觉得不错，啊，哎，我看你眼睛看也袂歹吼，啊，搁再开一个700块，哇，后排还搁备一个安尼，啊，不要花很多钱。为了说、哦、我要来上这个课，阿伯哈，哎，我们以前是可以借就借，后来的是，哎，你好像有一点经验，啊，我又没有钱嘛，啊、哦，啊，你如果穿这种休闲的，用护踝，护踝，护踝开吗？对吧？就是护膝、护踝去保护脚。脚完蛋，你的一生就完了。年纪大的人，
脚坏掉，你一生就完了，别惊咯，你没有彩色的人生了。所以脚很重要，对不？哎，好、哦，所以脚的部分，过来，咱看黄色的帽子的部分，这个戴的是棒球帽，哦，好不好？啊，这是戴那个龟阿公的，啊、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有的用魔术头巾，魔术眼睛。我们为什么要戴帽子？哎，就是要保护这个头，保护阳光。妈妈别干，对不？蚊子喜欢深色的，所以尽量用浅色的。好、哦，哇，大家各位要有这个模式头巾，我们要保护好。啊，如果没有这个模式粘的，你跟你去买停车的对呀，对不？我当家超爱挂掉呢。你到户外就是把自己保护好，从头到脚。不要穿短袖的，啊、哦，啊，基本上最夯的，有的时候我会穿这样，就是运动裤、内搭裤，外面一条长裤，我基本上长期要穿安呢，哦，好、哦、也可以，目前最流行就是安呢哈，哦，所以从头到脚，哎、欸，自己先保护好哈、哦，啊，如果两天的嘞，啊、哦，一样，啊，就多了一个大背包，你看。有一些人他、啊、登山杖拿两根，是不是下坡的时候？你看那个道路崎岖不平哦，哦，高高低低哦，然后你两根比较好平衡支撑，有平衡你就不会跌倒，不会跌倒就不会受伤，这是这简单啦，看见没有？哦，啊，当然用登山杖要有技巧，哦，嘿，以后你都要跟我出去，较学会着。啊，因为登山杖一般拢讲啊，说明书就是讲个坑里迄个，哦，有一个那个挂环里面，哦，不是，嘿嘿，不是这样的，哦，哦啊，所以哈、哦，啊，三天的嘞，高山要墨镜，偏光的爱买较好的，哦，你真正爱买一千块的，爱偏光，哦，那个紫外线严重的杀伤。然后你的衣服要有抗 UV 的紫外线，我头发光，我的绳子哦，风吹你拍开紫外线哦，都退线，紫外线杀伤力好强，一次两次还好，你不管哦，你都在哦，你皮肤哦，哎，也真的哦，会有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要哎抗紫外线哦，啊，你看。三天以上的哦，你要防护的非常好。假的哦，一刚刚刚刚单本完，肉包肉粽炸的就好哦，就简单哦。啊，那小可会晓行的，你自己要有那个小炉子哦，这里干燥坏倒落去就好啊。哦啊，泡的茶都可以，所以你自己要有办法煮开水，煮泡面最少煮泡面嘛。所以你自己要有一个小的锅子，个人的炉具，哎，好、哦，那个很重要。你可以踢会，哎，会以后如果遇到什么状况，生那一把火很重要，哦，那个是保命的，哦、啊、所以哈、哦，哎，你自己要会用这些登山的瓦斯炉，不是恁家的那个烘炉。哦，不是，哦，这些你要会，哦，哦啊，所以你也要爱你家先忍住嘛。我头下讲吼，忍住门，哦，出去外口住，哦，放西啊住，真的都在外面住，哦，出去，哎，我就是要吃你们的，哦，啊，每一个人哦，哎，还是分煮，你就是要哎煮酸菜汤，哦，啊，煮白米饭，安尼吼，你才合格。哦、所以这些你都要会，这本来的是在外面煮面什么都可以哈、哦，哦，啊，薯板烤肉哈、哦，对不？哦，啊，住的话哈、哦，很简单的就营帐嘛哈，啊，营帐要分了很多种，哦，啊，下雨怎么办？啊，所以你一定要会搭炊事帐，啊，炊事帐要怎么搭？哎，你若不会搭哈，就像安尼就先好，
娘的帮伊啊，因为雨水下来吼，下了半个小时吼，要得认得心最大的抓起来。哦，所以这种有一挂技巧小细节，怎么搭吼？咱伫文化中心的迄个阮的拢有展览一下吼，啊，在外面哦，露宿这一个地方就是南湖大山刚才的那个村，山屋没得住，那怎么办？外面露宿，哦，要练到这样，才有60分，那什么分哦？高山南湖大山外面露宿，水路会来找你，哦，对啊，哦，露宿，啊，哦，啊，我讲原住民，你看，哎，活蛇蛇你看，哦，人拢安尼住呢，哎呀，哈，哦，所以迄个是100分哈。哦哦，啊，露宿的话，哦，我们不管男生女生，好不好？啊，铺一些草，安安倒了就可以。上面一个外帐就挡个露水，哦，安尼很难想象。啊，蚊子多，很多很多蚊帐，蚊帐，哦，我要搬登山社的话呢，万一朔溪哈，这个礼拜先公告一下，我要旅游哈，我这个礼拜哈，要出去。朔溪整个登山的装备2天1夜，还有名额，下去泡在水里面，你怎么打包防水？然后在溪谷里面这样过夜，就是这样，所以这样，然后第二天就去屏东那边爬龙母拜山，没有人登山，所有的登山没有人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登山就是干的，走不到。我们就是要走溪去登山，没有人会体会到这个哦。很难哈，先刚上好不哦哦啊，在溪谷里面哦，在这个野营，好不好？哦，啊，你一个谈哦，还不赶快哈？哦，太多哈，哦，山里面就是这样，你怎么走路？要学习，要练，哦，对。各位哈，你要当布道师哈，哎，不是只有东西口，你要练的地方实在太多。你要怎么使用这个登山杖？黑黑夹，你那边的哎，哎，可能就受伤。这个要学习才会，哦，啊，学习不是你只听我讲课，无效，纸上谈兵都无效，你要实际出来，哦，啊，多练你就知道，哦，这都撇步了哈。哦，还有很多地方哦，要攀爬，哦，比较陡，岩壁，哦，树木很陡，你要攀爬，爬上这个，啊，拿了一根，啊，赶快再捡一根，能不能单根山上？可以哦，啊，你要临机应变啊，哦，啊，像我们这一个队伍以前哦，你看，布鞋、登山鞋，哦，啊，什么鞋都有，啊，到底要穿什么鞋？你要了解，你才有办法去选择。所以，阮刀有三箱鞋啊，一箱是休闲鞋和四箱，一箱是功课要练的，一箱才是哦。还要一箱好的雨鞋，你要2把刷子的人才可以穿。因为雨鞋第一个，它脚踝没有保护，它没有鞋带，所以会扭到。所以穿雨鞋还有撇步。下骹爱穿足够的鞋垫，因为内底无鞋垫。第二，哦，他一定要这个护踝。然后第三，哦，里面要穿2双袜子，一双是排汗袜，排汗的比较薄的排汗袜，回来再当中雨鞋不通风，湿掉很容易起水泡。啊，外面一个比较可以抹的毛袜。哦，所以这五天薄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可以穿雨鞋哦。哦，你不是农夫哦，你不是原住民哦，你要有2把刷子才可以穿。虽然以前是相当爆炸或者是2把刷子的人才可以，啊，要练过的叫叔叔的人才可以，啊，阿伯你乖乖，登山鞋，我这边登山鞋，啊，你不了解哈，哎，好，老师，你先，老师，你这边请好，那举手恭，丢过来哈，咱这边去看多好哩，家哈。是啊，那要穿好鞋呢，哦，第一就是250块，啊，一般如果防水又透气的，一箱5000块，对吧？是5000，多得死的嘿，哦，这价差哦，这差很多。第二个，
夏天的时候还是哈、哦，就尾泥泞的时候，哦，这个松楼虎哈，哦，就要泥泞的哈，哎呀，啊，再来第三哦，就是你看登山鞋的人，大家人是累的，更不要说是，对不对哈？哦，你看哦，有没有？好、哦、啊，穿底鞋的那最强强的，喝不了哦。啊，再来，登山鞋它底部是很硬，所以它踩到青苔、石头很滑。底鞋它底是软的，软的摩擦力比较好，踩到青苔比较不会滑，也是会比较低。登山鞋比较不会滑，所以优缺点你都要知道。哦，没细节告知。啊，个火炎，你第一双买的时候绝对给哈哈。你会丢掉，再买第二双才会，你才会有经验。哦，啊，这都不要靠你实际经验去累积。好、哦，所以第一节课那个分享呢，让你们大概有一个概念，多五家登山。哈哈哈哈哈！问到走一走啊，不过真的是这样。好、哦，但山野的这个世界实在太大，下课五分钟就好了。来听六位准备到哈，来哈。啊，所以哈、哦，你要到茂林很简单，你随时可以去。好、哦、啊，到明海山那边不用半路上，啊，它是开放的。明海山再过了啊，就开始啊、哦，就要半路山镇，啊都 OK 了，比较好办啊、哦。啊它。可以走到哪里呢？哦，这一条真的是历史的哈、哦，因为哈、哦、日据时代哈、哦、到现在哈、哦、最少70年，它有一部分哦保持得非常的完整，哈、哦，哎看得真的会感动哈、哦。啊，它六飞井被盗，它本来就是我们日本时代哈、哦，它为了要让平地人去开采樟脑，因为以前。樟脑它可以做火药，台湾输出樟脑世界是第一。化学材料发明以后，因为用火药，最后用化学材料以后，樟脑才落寞掉。哦，所以以前咱较早上了鸟足济，哦，北中南都有。哦啊，所以它全长71公里，原住民会出草。所以它整条这个警备道上面都围了铁丝网，在零线、能线的上面。哦，能线有的不知道哦，能线就是山，这样有四座山，最上面这一条叫能线、零线啊。哦，所以它围了铁丝网通电，用高压电通电，像现在有很多农作物。我用通电，因为霓虹为了脱灾就通电，因为防止什么？防止茂林这边的原住民，啊、哦，因为土地都是他们的猎区，所以你来这边砍树什么的，嘿，我当然要跟你打的，好、哦、所以哈、哦、啊这一条啊也叫爱永线，好、哦，爱永线。从茂林这边哈、哦，啊到藤枝整条哈、哦，当然它会结合，一直到藤枝以后再结合我们的以前的南横古道，啊南横古道开通了以后，又跟八通关古道一条中部，就前后夹攻以前布隆族在抗日的。这些原住民，好、哦、以前我知道，我目前完全都没有去过的，有一个在南横那边，啊，现在八八水灾以后，南横不通，叫易碎社，哦，这个地方哦，一直都是我的梦想，要去看一下，结果都没机会，然后又遇到八八水灾，易碎社刚好在以前南横公路中之关古道。
它的对面，隔了就是南横公路的下面这一条老龙溪，下面就是天险，这边可以用大炮攻打易碎社，不过人一下去要到易碎社就被砍头了，所以攻了十几年攻不下来。以前布隆族就是现在南横公路哦，梅南我复兴那些东西，布隆族东西以前那些的后代哦，以前但原住民莫纳鲁道大家都知道对吧，有电影，不过哈、哦、他没继续拍哦，韦德森没有继续拍真正的最轰轰烈烈抗日一二十年的这南横三雄哦，不差他在易碎社有办法跟日军这样对抗一二十年，吓死人了、啊、所以等到南横古道开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六倍前备道在接南横古道，然后八通关古道开通，把他们夹在中间，他们刚好在中间，才只好喝盖没有投降。那、啊、里面的头目哈、哦，就好啊那就和哎和解好了啦啊，不要你前后包抄加工了，哎真的没办法，哎最后才和解。日本政府又让他成为他们原住民里面的哦最大的，然后又请他到日本，用船载他到日本去观光旅行。哦，所以这个故事真的是轰轰烈烈，不是投降啊、哦，是何干啊、哦？好啊，所以哈、哦，你看哦，一共有53个类似住在所的派出所，跟八通关古道一样，一公里一个。请问一下，哎，咱这台南市东区派出所是几公里一个？哦，这么严重。一公里要派一个住在所派出所在那边警戒，哦，这么严重啊！哦，所以一共有53个类似住在所派出所哈。啊，他从哦茂林在这边哈，啊，来了哈，顺着林线啊，把它刷闽海山啊，啊，这边就是善平，好，善平很有名哈，善平那个。它是一个以前的一个，那、啊、现在哈、哦、要申请，要团体申请才有办法进去，因为88是水灾很严重哈、哦。然后一直走到藤枝在这边，哦这一条哈、哦，在这一条林线的下面，就是从茂林这边哈、哦、万山这边，这一条蓝色的是什么呢？印彩铁轨。我之前、哦、有一次、哦欸、去训练的时候、哦、在茂林这里有这万山后面有这多纳温泉、哦、现在没了、哦、从这一条叫左口溪一直走到里面有一个叫旧万山部落、哦、啊这边也有一个野溪温泉的这旧万山、啊、不万山温泉，我走到这边哦，有些拍到铁轨、哦、真的是有那个叫阿里山这个小铁轨在那边、哦、还遗迹还放在那边，有这个台车、哦、所以你很难想到它上面有一条爱永线通电的，它的半山腰又开了一个铁轨要到旧万山部落那边去印章嘛出来，因为这边没有快木，结果海拔太低，从阿里山呀，啊、哦，所以旧外山部落哈、哦、那边还有几户的石板屋遗址，啊、哦，他以前的旧部落是这样。我们88水灾的时候有到那边啊、哦、去学习他们原住民的东西，啊、哦，外山那边哈，哎、哦、哎、欸欸、有一个哈、哦、里面的总干事，哎、欸、有跟我们讲解啊，要带我们到旧部落，不过都没有去成，他的旧部落以前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多庞大，所以日本人怕死的，哦，哦，那东西台湾跟卢凯，哦，
哦，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遗迹啊，哈、哦，好、哦，啊那那边还有什么呢？万山旧部落那边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哈、哦，也是高雄市文化局的古迹啊，哈、哦，我坐下来，我坐岩雕，家有三处的岩雕，万山岩雕。顺着顺着这一条就是茂林这一条哈、哦，左口溪一直走，哦，弯弯曲曲的来到旧万山，旧万山再越过中央山脉啊、哦，往东这边哈、哦，因为地图哈、哦、修改起来哈，就变成在它的旁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万山岩雕，有一个故事。啊，以前为什么有原住民在那边大石头上面刻岩雕？再过来就接到什么很有名的叫内本路古道，也是从藤枝这边出云山林道，内本路古道非常有名，台湾的古道非常的多，朴树里面有听过的，还有包括我心目中也是很想去的，都还没有机会的，马德西萨南澳古道。南澳啊、哦，也是安溪的，这加罗湖走到南澳，哦，太多了，因为它叫日本人统治很久，啊，这些古道还保持着很完整，只有一些都崩掉而已，啊、哦，啊，五哥哦，就是跟你们古道又有关系，因为都是手做的，哦，不够潮用的，哦。啊、所以这些都相关联的、哦、这个就是万山岩雕、哦、有一个凄凉的故事、哦哦、这雕刻在这边你看这个它的图腾、哦哦、你可以上网去查了、哦哦、来、啊、我们一般、哦、登山的话、哦、那个背包就会、哦、这样叠，我们一共去了三天走了三天、哦哦、叠在这个车子上面、哦、然后从茂林这边进入到茂林，从这边到茂林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就到了，很快。好、哦，然后、哦、到万山那边有一个梅雅谷，哦，从这边就上去了。哦，啊、上去哦，哎，就开始要我们一共开了两台车，啊、哦，有那个中巴，然后这一条林道要接驳，要用小车子接驳，中巴没有办法上去哈、哦。啊，你冇去啊哈？哦，去回忆一下哈、哦。哦，所以也当搞个证明，去年的事情啊。哦，不要赞！我今年是是讲啊，我那个来好哦，哎，啊，年轻人无法度，讲讲，我你已经两三单，你拢未升，我顶未咧，我未升，那我不要赞咧，哦，哦，所以年轻人跟老人家吼，哎，老鸟跟新手不一样，概念不一样，啊，啊，就到这一个地方哈，啊，就开始整装，哦，啊，我就到这个地方叫五公庙，这边有一个故事。这五公庙，你看我去五公庙啊，啊、哦，五公庙是什么呢？五公庙哈、哦，它里面供奉的哦，就是五个教。来，请问一下，那佛教谁最大的、最厉害的佛教？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嘛哈、哦，来道教嘞。道教妈祖。道教妈祖啊，狗腿，狗腿，道教妈祖了。道教不是啦，老子啦。哎，好好好好。哦，还弄个太什么无极什么极气的哈？哦，啊，提供啦，哈，提供那个。提供啦，哈。哦，还是什么？这边有写啦，这边有写什么？要不你加了哈？还无极的，上面太雄都坐上面哈。啊，再来嘞，我们的那个那个耶稣基督的嘞，也有这上面名，耶和华嘛。啊。啊，再来嘞，再来个，个上面叫，微叫起上，啊啦，啊那叫莫汉莫德啊，点名拢五，所以你一次拜就五叫了，所以你都唔免加贵，都好，啊这边很奇怪，路没有到那边嘞，啊这边以前的路哈、哦，是从那个六龟这边过来的，好东西这边。不是从那边，哦，在八八水灾之前，啊、哦，高雄市政府已经列了一笔经费，因为在深山里面，这个建筑物是违建，
要你故事的故事听听就好吼，小道消息啊，是我开始听到说，哦，要把它拆掉，已经尖锐都剥下来了。结果，嘿，哎，好、哦，我问一个，讲，哎，咱这个五教的主厨人，哎，哎，啊，即马安尼地主要安怎嘞？吼、哦，就讲唔免惊，无代志。没有发生八卦水灾路不通，所以那些工程的东西不能上去。他现在还好好的，哦，所以有机会到那边拜一下，哈、啊，哦，是这样一个哈，哦，所以我们要尊敬土地，所以你们以后进入到哪一个地方，叫原住民呢？人家敬一下土地。你们信什么？稍微尊重一下。年轻人比较挺硬，我以前牙齿也是挺重的，好，不过现在都掉光了，因为会坏掉。所以我们就是用、哎、尊敬他，好嘞，好、哦，啊就可以安慰，哦，啊，哎，我就平安的回来，好、哦，这样哈、哦，用这种心态哈、哦，啊，不要迷信。哦，很多都骗人的，哦，还拢假，怪力乱神骗人的，哦，我不爱信，哦，啊就开始走了哈、哦，啊前面这一段哦，第一座山的时候是王山，王仔山，看到遐好那么大哦，哦，你看啊，哦，一山七八公尺的，你看 PM2.5 没了，哦，我在了呢，为什么 PM2.5 都会在都市？哦，我有发觉到，因为它也是一个粒子，粒子也是有重量，它会沉在那地心引力，它会沉在这下面，海拔比较低，啊，海拔越高也有越少。我你到海拔1000，我有发觉到，我最近都没观察，它真的是看到蓝天。你在上到1000开车之前，拢是雾茫茫，拢是污染。上到1000度以后，通通都蓝天，啊，所以你一定要上到1000以上啊，啊，然后那边有一个以量计，我们要会观察以量。你明天要出发了，像我今天就开始在观察中央气象局的以量，还、啊、要看哪里？哦，要会看，啊，我原来讲要讲我要去爬哪里。所以你如果要走没有背景背道，它的以量计这几天有没有下雨怎么样，你这几天就开始观察，要看这个芒阿山的以量计，看它下了这几天有没有下，它累积怎么样，对吗？啊，你不要看台南东区的仁德的，那跟那有什么关系，对吗？好、哦，所以包括这个你要会看，要懂得如何去啊、哦，然后哈、哦。开始古道就慢慢的又开始形成了哈，你要走点几块这个陡坎哈，啊，到了闽海山这一段中间也有几个住在守的遗迹，哦，啊，只是说哦比较不漂亮，我都没有拍，哦，啊，这是也是高雄十大名山之一，哦，1700公尺啊哈，哦，哦不错哈、哦，然后再过去就是从上品那个游乐区上来。以前可以上来，这边有一个叫做深山气象站，也是有做深山住宅，这样开始。好、啊，那我们当天就住在那一个这个林道上面啊。啊，林道的话一样哦，晚上哦，你就开始要搭一帐了。哦，哇，这里就是绿化花田，哦，这个就是这里的藤林，这里叫做右近同学哈、哦，你看哈、哦，认得出来啊，就是一没有错哈。哦啊、你用穿白衣衫的吼，你今天我来去穿这件阿妈撞衫吗？不是啦，不感谢哈、哦。所以有大外站，哦，下午茶时间，晚上哈，哦，这波开始啊哈，生明火烤肉，有无哈？哦，啊，都元旦哈，所以温度拢啊再过几出去哈，哦，拍一下才有气氛上面哈，哦，啊就还烤一些东西啊，烧烤哈，哦，好。这个就是整个中央山脉南一段，哦，所以很漂亮哈、哦。你看这个阳光、哦、早上这样透过森林哈、哦，还照射下来，哦，告诉你，
啊，吃早餐，说一说，啊，咱今摆若要吹肉粽，我的午餐就是吹肉粽，甲吹馒头，啊，你要搁炸一个，迄个就吹，迄个就啥物，蒸的那个，你要带那么多吗？啊，手机啊，安尼是不是可以？对呀，哈，啊，所以哈，摆石头也可不可以？对呀，哈，我所以有很多方式，不是单一，就是用文明的东西，哎，啊，啊，慢慢的，你看一次、两次、三次、五次、一百次，你就什么都学会了，啊，然后我就开始走了哦，开始走，就开始真正的我们的金黄，哦，第一个。我就刚起遗址啊，刚起哈，真的是，真的是，它的整个古道也，它差不多有，啊，你找那个几公斤了？人家古道是，差不多一米有啊哈。我知道它以前哈，啊，它还要运送一些物资，因为上面没有水，好。哦，没有吃的，什么都没有，哦，都要靠运送。那、啊、运送的话，一定会用一些牛车、马车，对吧？啊、哦，还是拖炮。那边哦，在靠近藤枝那边也有炮台，好、哦、啊，所以那一定要有一公尺多才有办法这样啊，哎、哦、呀，好、哦，好、哦、啊，这遗迹哈，虽然没有屋顶的了哈，啊、哦、啊，不过哈、哦。很漂亮的，就是在刚才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哈、哦，它整个哈、哦，这个是啥？这爬顶会，啊，你看哈，哎，再读一下，再关一下一下哈，安尼可能会比较清楚哈、哦。我无看到这漂亮的东西要我猜，哦，安尼哈，我安尼就较清楚了 ，OK 了哈。哦，再过来哈、哦。就开始它非常完整的哦，这个景变道，它是用什么叠的？就是用我们的石板叠的，都是用人力下去叠的，就是一到那边这步道类似像这样。它、啊、已经最少有七十年，应该不止七十年，因为民国三十八年关户，现在是八分贝刚建成道，哦，啊，在日据时代会也差不多九十到一百年。还保存大地震、水灾，你看非常完整。好、哦，所以哈、哦，哎、欸，真的以前它叠的东西这些哈、哦，才是真的立建筑啊。啊、哦，南光会呼吸的建筑，就是啥？就是石板屋嘛。啊，那南部原住民他用的就是石板，北部在阳明山，他们因为厝拢用大石头叠的，哦，也很漂亮。我上一次哈、哦，一起走那个一路古道，哦，好漂亮，哦，异曲同工，哦，所以哈、哦，我最近才发现到说，哎，哎，我以前哈、哦，什么阳明山这么低这么矮的这个山哦，真的是，哦，而且几千块起万马路啊，然后现在才发现到哦，阳明山好漂亮，好、哦，因为现在懂得欣赏这些历史，然后再去查一些资料，哎，才知道哦，以前哦这样。那是怎么来的啊、哦？哦，所以哈、哦，哦，这个古道真的是非常的美，哦，啊、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哈、哦，就是酒瓶，这个酒瓶哈、哦，就可以想见说，那些日本兵军人，他在当时在那个一千多公尺的环境下，尤其现在冬天，哇，那种啊是，对不？哎，啊，没有很多的物资，啊，就是好无聊，啊，就是每天就是有酒喝就喝酒，所以那边的酒瓶好多，这个酒瓶好漂亮，跟现在的造型不一样，啊，都有花纹的，啊，都是印那点纹理那边，每个梅花，啊，像这个是一个波，啊，美容一种雷茶一种波。哦，有很多的遗迹哈，还留在那边，哎，哦，啊，我们看了，我们就可以思考，哦，就知道哦，它是怎么样的，哦，啊，这关系你不能杀鸡，好、哦，杀鸡就是清酒做大罐的，都破的，因为太大瓶，它的玻璃瓶比较薄，哦，
所以放了七八十年，大部分都是破的。啊，这一种的酒瓶比较厚，比较小，有的都好完整。哎，哦，啊酒不一样，哦，酒精浓度不一样。哎，啊，啊，我看他们最喜欢喝的，哦，就是这一种。嗯，哎，然后。好，然后哈，这边一路上哈，你看，都是像这样的哦，从差不多在1米5哦到1米8的这个古道，整条都是，哦，啊，你看都保存完整，到现在哈都没有人去动过整理过，啊，旁边哦如果有一些哈，哎，然后的建筑物的话哈，啊，就会有遗迹啊哈。像这一个也是的哈，遗留了很久的。转个腿。看一下，这边哦，我看过，就是所有的古道保持就是叫木炭崖，最完整的，完全没有倒塌。木炭崖为什么要有木炭？因为哦好冷，它要靠相思木，哦，啊来把它烧成木炭，冬天晚上的时候要取暖，哦，煮热水，哦，所以它需要大量的木炭，啊，所以在住在所的旁边，哦，它一定会有木炭岩，啊，这边有两个住在所，我看的最完整，完全都没有倒塌，啊，其他的古道，哦，大部分都剩下围墙，上面一定崩塌的，哇，哦，啊，这边完全没有，哦，里面你看都完整的，哦，啊，只有上面一个洞嘛 ，N 那就可以嘛，哦，所以这边的木炭岩保持的是最完整的，啊，哦，只有上面一个洞，这个整片都是没有崩塌下来。已经将近100年了，你看哈，哦，这个建筑物了哈，哦，没有崩塌哈，它，哦啊，都是用石板这样去盖的，哦啊，大家走在这个古道上面哈，哦，非常悠闲。这个就是它旁边的这个博坎，啊，哦，这一种遗迹哈，哦，不知道以后你们有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一个石板来切成这样的一个步道，哦，啊，不过那个石板应该我知道是要原住民他才会进。因为他要从河川，就是走口溪，好，去砍，还是说我在山里面，大部分走口溪，也要写那个比较硬的，因为他们要盖石板屋，要有比较硬的石板，他都要这样找，哦，然后再用那个比较刀片，啊，哦，下去打，啊，才会裂开，啊，哦，然后慢慢的再去把它切成哈，哦，正正方方的，哦，所以那个是有一些工法。不是这么简单的，啊哦啊，一般我们在山里面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做，可能我知道的就是，哎，泥土把它切一切，还用一些哈，哦，倒木锯一锯哈，啊，哦，来当一个步道哈，哦，可能是这样的哈，哦，所以你看这个步道，你看哦，保存的这么完整，这么漂亮，哦，然后它的旁边又没有很多杂草，哎，很奇怪，哎呀，我把刚刚说奇怪，这一段。没有杂草，它整片非常悠闲的这样的一个林响，整片都没有杂草。它，啊，前面的这一段你看就杂草很多，哦，啊，就很奇怪，啊，不过也要查一下哈，哦，到底是什么原因？你看整条的道路就是这样，啊，它就是沿着等高线这样慢慢的前进，啊，因为它要运输很多的物资的，不能太陡，啊，这样一路的话哈。哦，一直到我们这一天的终点啊，好，哦，终点哈，哦，是一个那个苗圃啊，平埔族的苗圃。哦，啊，当然中间有一些哈，哦，哎，哦，如果崩塌的啊，哦，不过稍微切一切的倒木比较多，哦，啊，像这些嘛，你看，哦，它的整个坡坎，因为它是石板做的，所以排水性很好，哦，所以哈，哦，哎，真的是好的一个建筑的东西的哈。哦
然后你会发觉到，这个就是电线，爱子通电的爱子，哦，所以真的是有通电啊，爱子，这个爱子经过了这一棵树木哈，七八十年，它的生长，所以它已经把这个爱子整个包住。本来爱子是这么长，啊，这个树木活着的时候，这一棵已经死掉了，好像了。不过在活的当中，把这么高一个二三十公分的艾子，把它整个包起来，这棵树木，你看哈，这个就可以印证到这个历史了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些树木，这个树木差不多也是七八十年的树木，要荒废了。日本战败了以后，民国38年以后，他开始从小苗一直砍到现在，差不多七八十岁，对不对？因为在古道的上面长出来的啦。对，好，所以古道它旁边本来是在林线上面，所有没有那个很大的树木，不会的种多少呢？因为七八十年，一看差不多知道，所以以前。它整个这个林线，整个的这一条紧背到爱永线，它全部展望都是通通的，可以看到茂林，看到万山，可以监视到旧部落里面这些原住民，可以看到溪，对不对？好，所以有什么动静，我就可以来用枪打。所以最近才长出来的哈。这个就是一个赤坂遗址哈，它还有部分的城墙，住在里面当然是很宽，以前应该都是日本的像宿舍，都是木头的房子，金冠，比较高级的高阶的住在里面，比较低阶的二等兵啊什么住在下面一点，一些打工的，可能找一些平地哈，做工的来烧木炭啊，给我耕水哈。打杂的那些住在比较下面木炭窑的旁边，一种搞个过灰团的喝，所以它在比较高的地方，所以看起来是有差不多有两层，我就住在第二层，第一层供上来的时候还有第二层，还有一些防疫工事，还有一些枪的那个孔，就是以前一定有一个围墙。隐约可以，大概可以这样观察得出来。这些酒瓶的话，每一个住在手都很多。我对这个酒瓶情有独钟。这一个酒瓶，在我第一次在巴东关古道走的时候，走那十天的时候，在托马斯住在手拍的这个，这一根就是一模一样的，有花纹。对吧？跟刚才的那个一样，然后这一根是在东西口步道，就是我讲的，那个比较扁的紫金花的营地。那一天跟那个吴茂成老师去，他的眼睛好亮，就在路的旁边，我们走了那么多次，被他看到，他捡回来了，要一个学生嘛，他捡了。有没有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你看三个古道，为什么东西口那边有？那边以前乌山陶水库，什么遗啊？是不是那边是一个水源的重地？所以那个时候他也要来勘察这个东西口，他也要无聊要喝酒。是不是？所以他也会带酒到那边，不小心丢在那边，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有没有相关的？都是80年前的日本酒瓶，这样他当时制作的英国人，你看这个时空交错，所以我们走古道，
你发现到这些东西跟历史这样哈、哦、连接起来，哦，这样子啊，非常的有趣了哈、哦，跟一般的爬山又不一样的哈，哎、哦、呀、啊哦、好，好啊，这个有没有写你？你看，我不知道你今天在这边上课哦，这个也是你哈、哦，对不对？啊、哦，这边就是钢琴住在手的木太阳，也是很完整，就是这两个住在手的木太阳好完整哈。哦哎呀哈、哦，你看里面都没有删掉啊、哦！哦，啊这你老公啊，我会记的吼、哦，对哦，哦你看多好哈、哦！啊，我找我某，我某找我某去的哈，哦，因为这个哦，真的是太棒的行程哈、哦，我说想要跟家人分享哈，这人就喜欢某了哈，这人喜欢某哈，你看，哦，在这个步道上面，你看。哦，这样一路刚刚是一条哦通往罗马的大道啊呢，哦，啊你看它旁边都没有，真的没有什么杂草的，啊、哦，它到了一游遗址啊哈、哦，哇，这个湖竹桥就很特殊，啊，为什么叫湖竹桥呢？哎，奇怪哈、哦，你赶紧查，哎，哎，奇怪，哪有这个用石板叠的？奇怪，啊，又小小的这么一条叫湖竹桥，桥就是有水通过的叫桥嘛，哈、哦，赶紧查哈，看来哈，赶紧查哈，湖竹桥，哦，哎、哦欸，我也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啊，没有来走这边没有查的话也不知道，啊，也是要看人家的行程，哎、啊，走到这边有湖竹桥，那上面有这湖竹桥，假设多喊嘛，那上面有这湖竹桥。哦，奇怪，怎么有这个名字出来哈、哦？这边有野生的茶，就是六龟野生茶叶，哦，很贵，那一斤都要几万块，野生的。季节到了，林务局有开放六龟的啊，那些他们有登记的民众，在某一个季节上去采野茶。啊，下来烘焙味道很特殊，都在这边，啊、哦，跑到这边来采野生的茶，啊、哦，哎，啊，所以看啥啦，哈、哦，好、哦，这边、欸、真的是蛮热闹的，啊、哦，哎呀，哈、哦，啊，再过来哈、哦，哦，潮啊，树木，哦，哎，路就不明显了，啊、哦，啊，这边就不是走在我们的这个准备道上面的。哦，这个已经要到另外一个我们另外一座哈、哦，哎，一座山的三角点，所以它已经离开了那个警备道了哈、哦。啊，真正的警备道哈、哦，可能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哦、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去找。这个叫深山，哦，非常的远，啊、哦，要走到这边来深山，啊、哦，到了啊没有三角点啊。哦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通电的替手，好、哦，还有这种有更手，好、哦，啊，这个你看都被树木，好、哦，你敢吃下去了，好、哦，因为年代久远的哈，好、哦，以前都架在哈，还有用那个哎那个 PVC 管、塑胶管哈，啊，当做结眼，哦，啊，架设在树木上面。哦、因为树木本身木头的也是有一点结眼的哈，这样在上面的哈、哦，啊，这个就用我们的那个铁轨的，啊、哦，小铁轨，也就铁的东西去架设那个铁线啊、哦，电线的哈、哦，啊，就走到了叫凤冈林道，啊、哦，这边车子就可以通了，从上品那边有凤冈林道。开了14公里就会到这边，好，五百了。好啊，因为1月1号哈、哦，山樱花都刚好盛开哦，很漂亮啊、哦，这边就有山樱花啊、哦，然后又遇到了什么呢？哦，可以讲烧香哦，就是我、哦、所以我今天想要再去哦，还有这啥呢？这原住民都调味料。马告哦哦都 好几颗哦哦我、哦、那个哦那叶子哦下去熬煮哦哦像精油这样哦好像像布拉哦哦就喝哎啊
摘回来，那个马告的种子哈、哦，晒干了，哦，根基，哦，放在那个，哦，水饺，酱油，用一点点像咱的气仓那里赶快哦，哦，对，哦，好香啊，味道好香，马告泡那个马告茶好好喝，哦，够难熬的，哦，对呀、啊，哦，都好啊、哦，啊，已经快要黄昏了了哈。哦终于到达了这个叫做什么行政院农委会林务事务所六龟研究中心凤冈苗圃啊、哦，海拔1600公尺啊、哦。啊，这边有人上班，每天一到五都有一个人啊、哦、骑着机车从六龟上来上班啊、哦。这边是有人上班，啊，假日六日没有人啊、哦。啊，我们刚好元旦去后没有人。啊、不过他很亲切，有一天我有去探看，有遇到他说：“哎呀、啊，你们可以住在这边没关系、哦、因为他一个人也无聊，想要找人聊天哦。阿伯他刚好是用啤酒酒，哦，温度你看哦，哎，12度，你看嘛，哦，元旦的时候12度啊，昨天啊，哦，所以你要知道温度哈，啊、哦，大家也在这边呢、啊、哈、哦，这样啊，阿温五的入宿，我大家也要在点麦咖哈煮晚餐了。”哇哈！啊，隔天再去爬另外一座，啊，就一游山哦，那边就有炮台了哦。这人就喜欢水果的哈、哦，所以我嘛是嘛喜欢水果的去啊。哦，这是一个哈、哦、一游山。哎呀，我两个拢穿红鞋哈，哎，一个叔叔，一个阿姨，哈、哦，穿不要鞋哦哈。哦，哦，阿用护膝嘛哈、哦，你看哈、哦。哦，啊，这个一游山啊，这边也有遗迹。哦，这个就是一个遗迹，水泥的建筑物。哦，所以这边以前住了很多阿兵哥在那边。啊、哦，这边厨房也灶台。哦，这个是灶台嘛，营业哦就看得出来。哦，哪里是厕所灶台？哦，安楼。啊、哦，所以他那边还要继续再往前走，走到哪里？走到藤子。哦，所以这一段我们还没有走。走到城池了，哈、哦，哎呀，哈、哦，啊，我们从这边就下来了，哦，啊，当然哈、哦，哎呀，讲究环保，我们一堆人20几个哈、哦，哎，在厕所给人家用了那么久，这个卫生纸哈、哦，要不要带下来？要啊，啊、哦，还要不然哈、哦，哎，人家来上班的时候哈、哦，哎呀，就是你们设大的。哦、啊，厕所给我用一用也不扫一扫，连卫生纸丢都安安好，整个是这一堆，好、哦，啊，谁要带下来？哎，才公平的，这是丢钱嘛，往上面了，那、哦、要背下来啊，哈、哦，对不对，哈、哦？哦，所以，哎，这个就是我们要讲求的很多的方法，哎，还有，我就是，哦，我们还有6分钟，哈、哦，哎，也要讲说快20分，哈、哦。那一个，第一个，你进入到山林，你要先学习如何上厕所，很重要。上厕所有两种，一种叫小号，一种叫大号。没有马桶，没有我们电光盘的，你要怎么上？这个要讲一节课，你才会。好、哦，阿、啊、叔，让你们先知道，不是只有讲的。第一堂课那么多而已，上厕所要怎么上？谁不上厕所？美国总统川普要不要上厕所？要啊，谁不上厕所？不是你没有看到而已。我们在山里面，你如何上？男生如何上？女生如何上？哎，这都要学习。你要不然你不会哦。哎，这我拼搏的哈，我专家啊。哦哦、啊，就开始就哎离开了，走这个林道哈、哦，啊，就走到登山口，到登山口、哦、啊，车子在那边载，啊，去聚个餐，哦哦，啊，吃顿晚餐，然、哦、后所以3天这样下来，你看我们减少了多少的碳，哎，蛮多的哈、哦，啊，所以我们社大登山社对社会对节能减碳是有贡献的哦。哎、yeah, ，对了、哦、哈，因为我们没有在都市里面用这些文明的物质，就有贡献的，也啊，没有错哈、哦。来，哎，感谢我们哈，最后5分钟啊，这就是哈、哦，咱
108年哦，安行政院开始推行山林解禁，哦、所以哈、哦，哎，8月份开始有办一个哈、哦、山林冒险活动教育啊，好、哦，而、啊、我们协会有刚好有拿到这个案子，登山、攀岩、溯溪三项，到11月底，啊、哦，啊，又到11月底就结束了，哦，啊，现在目前哈、哦、尚有名额的在这边哈。就是这个礼拜还有5个名额，就是刚才讲的海神宫，一天溯溪去登山，好、哦，安尼吼，哦，剩下5个名额，明仔载报名就有，哦，安尼吼，会记得哈，来，很多人先好，先看这个，37804，瓜果桃加空六口。老师用别的颜色写，因为后面看不到。好、哦，完了，赶快23745804。哦，237，再有别的颜色，那红色，我加了，237804哈，好，我们里面哦，有一个李小姐哈、哦，做行政的，她会接了哈、哦，啊我这个人哦，我有手机，不过哈、哦，好像主任哦，哎、欸、一直打我手机，公立手机写到副总，我公立哪打得通的话哈、哦。你可接满热痛，因为我的概念就是我不要用手机、啊、所以我要到我们那一天8:30集合，我7点出发我才会开，到了大家集合完了都到了我就关机了，我没有在用手机拍摄啊，追踪啊，237804哈，哎，我跟别人不一样，理念不一样哈、哦，我喜欢这些东西，好、啊，这个不公平。走到一定要用追踪，啊，防滑拉绳子，啊，气压也不会刺，对吧？啊，要用一点点的防水，啊，啊，给找坡你啊，你找坡，啊，所以你要用追踪，五金行就有，啊，手套用追踪的，啊，才能做小的物件哈。然后第二项哈，哎，啊，不，啊，第二项，哎，你先。第二项就是要去六龟警备道闽海山，刚才讲的，然、啊、后、哦、心动吗？11月2号、3号的朋友哈、哦，第一梯没有的啊，起码是第二梯哈、哦，过来登山的呀、啊、哈、哦，我被刮死，我被生罪啊，啊、哦，11月9号、10号也是六龟警备道哈、哦，第三梯，一共办了3梯，第一梯没的，第二梯有，名额20个，价钱只有1000块，因为。行政院体育署补助一半，为了推动大家来登山山顶冒险。不过原则上，吃的自己带，住的自己带，交通自己来，因为到冒险而已。哦，哎好，啊、哦，这样才有它的精神意义。好、哦，我不能帮你准备，现在很多的登山都豪华团，什么都我帮你准备。当然。年纪大了、哦、可以，年轻的我觉得这样不对、哦、你要自己来先学会自己的、啊、有冒险、啊、你才有办法学习进步，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不对、哦、原来这个拐杖买了150块、哦、很快就断掉、啊、你才知道、哦啊、知道了你才懂、哦啊、你也能够成长、哎啊、所以这个一切都是自己的，我们只有帮你带团、保险这些作业，哦，啊，那叫一些精神哈、哦。啊，最后还有第一梯的要去攀岩2天的，哦，大干山1天，寿山1天，哦，2天的你看1000块而已啊，1天的寿溪的700块，哦，都便宜哈、哦。哎，啊，你可以上，我有老 FB 的，我 FB 更喜欢用。YFB 是用欧鸿翔还是因为那个都不是我在弄的，因为我都不会这个哦，所以我都帮我去签哈，还是最好哈、哦。哎，不知道台南野外娱乐协会还是欧鸿翔，我那个发欧鸿翔跟你查的，哎好哦，看一下哈啊，这下面的话都登山的、攀岩的哈、哦，啊，这一百，因为他的名额只有20个啊，好、哦，哎呀，因为有申请。我台南树野外娱乐协会啦，哈、哦，台南树野外娱乐协会，关键的协会哈、
有 FB 啊，它上面就有铺这个大家也整个行程。安尼吼，安尼咱就开放三分钟给大家问问题，安尼哦，来即马开始计时哈，三分钟发问问题时间哈，来好，等会拜托，来开了哈。有没有想要知道什么问题的哈？很快哈，好来。老师，这小册子里面写冬天不适合登高山，可是夏天不是又有台风，那到底要什么时候去？是的，啊，它的冬天哈，因为我们现在的冬天哈已经有一点暖冬，哦，所谓的冬天应该指的就是雪季的时候，雪季哈，我们在高山哈3000公尺，尤其南美大山，你听到合欢山，没有雪，没有雪，没有雪，我跟你讲。南乳大山全部都是雪，因为南乳大山没有人报，因为尤其在那个宜兰那边，所以那个他写的是雪季，他雪季的时候，你如果没有雪地装备，你去爬山就有一点危险，现在你看到现在已经快要11月了，都还没寒了，到12月中才开始有寒流，冷气团下来。夏天也可以爬山，爬高山，因为尤其7、8月暑假旺季，老师没有课，学生休息，对不对？所以那个是暑假旺季。不过你要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有万全的准备，万全的装备，就是我讲的。然后你知道午后连阵雨差不多什么时候？我要1点就到达。营地山屋，我就不会被午后雷阵雨淋到。现在的天气预报很准，台风什么时候要来你都知道了，你不要跟他说台风要来了你还去，对吧？所以台风问题比较简单的，你绝对不会去。台风要来，山登陆要来，你要去高什么高山？现在请政署安陆山镇路远，他也不准。它一有海上台风警报，所有登山活动全部禁止，按我们的规划，对吧？对哈，从酒驾呢，所以等于说哈，你可以利用你的休假的时间，冬天还是夏天，不过不一定是高山。如果真的是要去高山，你有万全的准备，你是老鸟，你是叔叔阿姨的。当然就比较 OK， 你是新手的就不 OK 了哈。来下一个问题，我来。以前怕那个登高山就是要有准备啊。对，是这个问题好哈。这个问题就是我首先爱这个问题啊哈。你们这个碰牌还好。我从民国90年之前。我们有叫做高山向导证，90年以后全部废止。那为什么要废止？它就是自由，因为以前刚开始的时候要有3个人才可以申请入山证，因为怕2个人的时候，一个要往东，一个往西，那3个人2比1有举手，对，一定会有同意的，对不对？然后爬高山要有高山向导证的人来可以带。90年以后，就好像山里开放，大家自由了。爬山不用自己回去，一个人都可以申请。不过有，只是一般民众不知道。原来体育署，现在是体育署，应该叫做体委会，他每一年都有办在考我这山域向导证。现在分这四种，你今年刚分。第一种，我们的山域就是登山里面山域，总分的4种向导。第一个登山向导，我90年就去考，有通过，每3年要复训一次，没有人知道。因为怎么样，不用人带，你自己可以去，你往六九走，你去过一次，你就可以去带人家去通过。所以变成说他没有限制，要有向导证的人才可以带你去爬焦山、中级山、高山，都没有这个限制。
啊，所以那我考这个登山向导证要干什么？哎，自我肯定，哦，跟你讲，哦，啊，那第二个就是了，这个硕溪向导证，今年刚办，我刚考，也刚过，好啊，那他有一个规定的，硕溪是高风险运动，今年刚开始的，哦，所以国内我们是第一批考的，好，那明年的七月十九号开始，要有硕溪向导证的人才可以带硕溪，所以我们这个带硕溪的达人要今天要去考。好，来再过来的是这攀岩向导，不过现在没有，还没有规划，因为硕溪有玩水，很快死掉，大水一来冲走好多人，所以每一年都有新闻出来。不过攀岩呢，它的规划好严格，不会死的，你很少听到攀岩死掉的，有很少。所以他其实规划每一个很安全，哦，啊，那再怎么摔也一个而已，所以没有关系，只有报一天。那硕溪从如果两个以上三个就报一个礼拜，哦，啊，那个他长官就会有压力，哦，所以目前他就最后一个写这铁攀向导，哦，后面这两项现在都还没，从今年开始，哦，啊，只有硕溪向导，只有我们今年刚考过而已。哎呀，好，哦，所以这边硕溪刚刚有规定，硕溪向导带，哦，啊，国家公园它在写记的时候，它有规定，哦，它是另外一个规范，说你要有写地经验的人，还是有写地什么的人，哦哦，来做领队才可以来攀登我的义山啊、雪山这些写地的，啊，哦，国家公园它有规范，啊，哦，这样，哎呀，好，哦，所以登山向导。没错啊，不，那自我肯定，我有嘞，你无嘞，哈哈哈哈哈，啊，跟他开足钱吼，哦，还有没有？我提得赶快，嘞，我下课啊，安尼好，谢谢大家，下课哦。今天要出一个作业，啊，要出作业，还要出一个作业啊，哦，现在哦，哦，老弟真强啊，登山社都滚嘞。好，来，我就出一个作业哦，所以今晚好手册呀，啊，哦，好，我们今天的作业了哈，我随意的哈，那一个很简单哈，高山、中级山跟焦山啊，它的海拔是各几公尺的，安尼两个。